在执行任务时，可经常观察到喜欢的野生动植物，让严肃的巡视任务增添了不少趣味。我本身对鸟类就很有兴趣，我所负责的样区位在纳马夏区的马雅里，虽然常常需要跑很遥远的距离到那个地方做调查，但我觉得能够长期的做监测并把鸟类的资讯记录下来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另外我也负责伐采的业务，驻地伐采啊是一项蛮繁琐的工作，通常要通过危险的峭壁地形才能够到达那个界目。工作虽然辛苦，但我觉得能够顺利的完成陈主任的申请以及发财，并提高台湾的竹木材生产率，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任务经常都是在大自然中执行，可以藉由这项工作来保护我所喜欢的野生动植物们。